倒下去怎么了？艾米，你成充话费送的了。哦，不用不用，谢谢谢谢谢谢阿泽，好，谢谢阿泽。你看阿泽多善良，多落落大方，太懂事了哈，哥懂事吧？懂事，我懂事吗？你还差点。你少给我惹点事啊！好的，艾总又脸红了。没有吧？可能是灯光灯光的问题，应该是应该立进了他就不会。对，主要是灯光。今年就没事。灯光上面这个是一个有点泛红泛黄。看着我开心，你们也开心是吧？开心吗？这样吧，开心吗？但是我们在吃好吃的，你们就吃不到了哟，你们只能看着了哟。哇，好多人都在。快，艾总你好帅呀！没有，郎才女貌。阿姨。好，放在这边。哇。三文鱼刺身。三文鱼刺身。哇。让姐姐们先吃。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先吃。酱油和辣根。好好的。这里边有辣根。好，嗯，好。来，家人们看一下啊，三文鱼刺身。赶紧吃吧，阿总。酱油。酱油。你好。这个吗？对。这是啥？煲仔饭？开心是吧？开心是吧？这字。我再做点，六个。嗯。放在里面。好暖。真贴心啊！哎、哥，哥，你是在给我搞吗？是啊，哇他天哪，堂堂爱氏集团大公子，哥你是在跟我搞吗？自己弄。哇，我想谈恋爱了。我自己来，我真的，我自己来，不用那么客气。哥，我也想谈恋爱了。我也想谈恋爱了。哎、你们这样说，我感觉我不好意思，那个很不好意思，不要这样开玩笑了，好不好？你让我们过把瘾吧。不要这样带节奏好吗？他们说他们也想谈恋爱，你们先问问。我跟你说，我都想谈恋爱了。他，你看这个姐姐说，晚上昨天晚上看到开心的睡不着，都替你开心。妹妹都吃醋了。说你吃醋了，我才不吃呢，我吃酱油。不是家人们，我这个朋友啊，芥末芥末，来，他就是这样子。有的人不行，我也不行，我不吃。谢谢，来个三文鱼什么？来，哎呦，我自己来，真的不要那么客气，这样客气到我都不好意思吃了，真的。没事，你吃嘛，就吃好了。你不吃我们不敢吃呀、啊，艾总回去对吧？把我的合同给我解了怎么办？不跟我做生意了。家人们，我可是1000万的单子哦。家人们，爱走的朋友们都是真的非常的好，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种，你们听得出来吧？他们说话呀，干嘛都是心很好的那种，真的。所以我说实话，我一点都不紧张。嗯，这样就好，不紧张就好。对。让阿紫先吃一口，要不然的话你不是我们一起吃好吧？你先吃嘛，我们一起吃，对，一起吃。人家都说了，阿紫要吃，阿紫不吃的话，六总都说了，他都不敢吃。对，一起吃。快吃，不要紧张。会不会打醋你了？没事。没事，爱美。怎么方便怎么来。好，爱总五官上的清秀。爱总一看都是好人。相信好人有好报是吧？我说话慢一点。好的，一会儿给你们讲艾总的故事，他们都想听。我也有什么故事？你有好多大瓜。我艾总的，我哥的故事只有我知道。我全给你报。我隐隐约约知道。合作那么多年了，艾总什么人我能不知道？谢谢家人们的点赞，谢谢。对家人们，你们看一下，然后给你们点个赞赞啊！吃，快点！我吃这个啥？我吃。艾总在减肥，快点吧，点的多。一起吃，大家一起吃嘛！这不增肥，吃这个也行。对，没负担。三文鱼可以，没负担。嗯，好吃。好吃是吧？嗯。你要不要那个酸？吃艾总，吃。你要不要芥末？我不要。家人们，要不那个，
我们看你们看着，我们就只能我们吃了哟。不好意思了哟，你们只能看着了哟。来，先给你们吃。先吃。对，一个帅，一个美，必须的哦。爽。爽。嗯嗯，那好好吃啊！哎，总点的真好。加川菜，放多久？香啊！先给他们看一下。嗯，给他们看看。想吃的打想吃。芒果卷。嗯。芒果寿司。哇，那你点的都是我阿子爱吃的。对。香菇。对，香菇。我好想吃香菇。加我不知道。来，放这吧，我家没有份。这样子。好。嗯。阿子多吃一点，好的，我会多吃一点的。对啊，多吃一点。我哥现在是什么？点的全是减脂的，对，不让他喜欢的女孩子增肥，嘿嘿。那你就说错了。嗯。艾总不是这样的人。对。那你想让他胖吗？想。胖点好呀，胖点身体好呀，对呀，抵抗力好呀。对呀。艾总稳重，对。艾总是绝对是一个做事的人，人家。企业做那么大，全国连锁店现在有多少家了？500多家，五百多家。家人们，我们不要带节奏，也不要说什么哎呀，怎么那些，不要打那些字好不好？那些字很不好，真的。我们是好朋友，好吧？他也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也是我的好朋友，包括都是我的好朋友了。现在对不对？我们不要带别的节奏，真的。行，吃寿司吧。吃香菇来。护嘴啊！自己吃。哎呦，不要让我护嘴！你们多吃点，我不吃。两同学啊，今天几个人在吃？我们五一二三个人，五个人这样吗？阿子，你吃呀，你不吃，艾总都不好意思吃。你赶紧吃，我哥看着你一口没动，我哥都不想吃。我哥的满眼都是你。对。停了，哎呀，哥，停了，你行了，你这眼神。我们不说这个了，好不好？停了，好不好？凤梨，我要吃个凤梨。凤梨还可以烤的呀。嗯。我第一次见凤梨烤这样吗？凤梨竟然可以烤的。可以吃个烤凤梨。你们看一下。吃一个。可以啊，你吃呀。胡嘴，你们吃过吗？你们吃过凤梨烤的凤梨吗？我第一次。来，给我们家六总一串烤凤梨啊。真的，第一次见。你看，你家人说阿祖少说话，阿祖不会说，没关系，家人们，我既然能带阿祖出来，那肯定他就不是外人，都是。好，我吃一个吧。嗯，这大老板不能吃。哦，哎呦，想吃的打想吃，还给我个，嗯，哇，这画面好好哎，没人给我夹菜呀。我给你夹。好的。宝贝，我给你夹。这个凤梨吃起来有肉的味道，感觉有爱的味道。肉，刚好我以为有爱的味道呢。宝贝，人家都没人给咱俩夹，我给你夹哦，刘总。艾总，我给你夹吗？夹和这个话真的是，是的，他老是。这个菠萝真他已经整整说了三天了，这个菠萝真酸啊，家们。他已经说了三天了，家们。你吃醋了吧？你酸。艾总都忘了照顾他哥了，他哥都是次要的。哇塞！哇哦！花螺，正好。我自己来。哎呦！哥，我也想用。哥，给点吧。你吃的还少了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女生正常一点。他说，艾总说，他说艾总肯定有好多女孩子追，这个确实。家人们，难道我就没有很多男孩子追吗？这个是确实。艾总看阿Sir的眼神有秘密，家人们是个猫都能看得出来，只要长眼睛的人都能看得出来，他看那个阿Sir的眼神有秘密。什么秘密？阿Sir爱的秘密。对，他们两个现在很疼我，家人们，他们两个真的很疼我。反正有秘密。又带我出去玩，又带我出去逛，又带我吃好吃的，又带我见朋友，这样子。昨天我们吃夜宵吃到了凌晨3点，你都看笑了是吧？对，昨天晚上又吃夜宵吃到3点，我们总算有人心疼。吃烧烤啊，吃羊肉串，还有吃好多好鱼。昨天晚上也是吃了好多好多东西，
今天也是点了这么多家嘛，哎，我有这么好的朋友，真的很幸福。你们开心吗？这样吗？开不开心？开心的打个开心。都为你开心、啊。我这两三天都过得很开心。开心就好。开心。对啊、我哥说了，千金难买你开心，对，只要你开心，他花多我都愿意。哎，你不是说今天还有重要的事吗？你咋没去办呀？都推了吧。哥，你今天不是跟那个陈总也约的晚上这个点去开那个吗？怎么？今天不是王总跟六总过来了？谢谢送的空间，谢谢。哇，你们都开心啊。那这样吧，陈总一会儿是九点吧，九点的咱们约一下。没空。那让阿泽回去休息吧，咱们先去见陈总吧。没空。没空，没空。没空，你要干嘛？阿紫要走了，明天你觉得他会有空吗？让他明天来找我。哦，让陈总明天来找你。今天你要干嘛呀？吃饭呀。除了吃完饭嘞？吃完饭散个步。跟谁散？跟我吗？停了好不好？我们停了，真的，你一直这样带节奏的话，我们叔叔阿姨们都已经，他们都已经想歪了，已经想歪了。哇塞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全程的开心呀、啊？哇，又来了！哎呦，哥，我自己来，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，我自己来。咱们还吃什么饭啊？我的盘子还空着嘞，他们吃不完。哦，我自己来吧，自己来。哥，我的盘子空空如也。你自己不会拿筷子夹吗？然后他的盘子都吃不完。不是左撇子，这是镜头的原因。他说都是左撇子。我试一下嘛，你们说得上艾总吗？你们这样正眼看一下。不是的，你们看，不是吧？什么？艾总长得好正派。他们左什么？好帅呀、啊！镜头里仔细一点。是的。长得很帅，你们吃呀。你们吃好不好？只有你俩可以多吃一点。不要老是不要老是开玩笑，我们多吃。吃啊！吃啊！吃啊！这样吧，我不要打这些字了，打正能量，打正能量，打正能量。正好吃。然后开心的把赞再点起来，好不好？然后给阿紫加入一下粉丝灯牌，这样能不能给阿紫加入一下粉丝灯牌？真有意思。对，点这个黄色的爱心，对，必须点这个黄色的爱心的话，我跟你说，艾总啊，点这黄色的爱心，你看点出来一个粉丝灯牌，就是下一次我直播了，他们都会通知到他们。可能对，所以呢，你们多点点这个粉丝灯牌，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，感谢，爱你们。艾总，你帮阿紫喊一喊，喊一喊灯牌。对，灯牌。你试试，我教你，啊、你试试。往这边点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往这边点，家人们，往这边点。黄色的爱心。哎、你要比心。哇，我这艾总今天怎么那么可爱？他平时不是这样的。哥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平时都不是这样，我跟你说，平时都很少见他笑的，他今天怎么那么灿烂？谢谢家人们点的粉丝灯牌，谢谢。谢谢家人们。还有没有关注阿紫的？关注一下阿紫，谢谢你们。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。我那个霸气的哥哥干嘛去了？我在这里，你看都满了，家人们。谢谢谢谢。对，哇，粉丝灯牌停不下来了，多点点这个粉丝灯牌，然后还没有关注阿紫的，关注一下阿紫，家人们。对，谢谢家人们。然后我想着明天，要不明天回去了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但是他们两个老是叫我留下来玩几天。对呀、啊。他们两兄妹老是叫我留下来玩几天，但是我感觉我留在这里就是耽误他们两个的工作啊，他们两个就心思都放在我这里，带我去玩，就是没有什么的。因为我们工作一年也处理不完。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回去算了。我觉得明天啊，我的好朋友多玩几天我们是不建议你那个什么，我哥哥肯定是不会让你走的，你要不多待几天吧。多待几天的话，我也是出来出差的呀，然后就是我哥肯定不会让你走的。一边呢我也是出来工作的，一边呢你俩也那么忙。我看这边大家都在说多玩呢。谢谢送的玫瑰花，谢谢乐乐奶奶，谢谢。谢谢。我哥，谢谢。哎呀，哥，你真的是猪哦。多玩几天吗？以前都不这样的。这样吗？那你们希望我在这里玩两天的，可以；希望我明天去工作的，扣二，好不好？嗯，多玩两天就是扣一，你们知道的，我都听你们的话，是不是？对。留下做老板娘，我的妈！你看这是一还是二？可以，我们家的企业很大哦，不是一。这是一还是二？不是一。
谢谢谢谢。这就是他说这就是。